这是我们住房的一楼厨房客厅，这是餐厅，肯定没有。理论是回娘家不能放，是吧？那太鲜了，尝尝。对。我们住的房子是海景房 ，Nan Ivan Street。我们可以看到大海，这是一个海湾，可以看到这个栈桥，栈桥里还停了很多的船，海浪拍打着 beach。啊，拉个远景看一看。在这个始建于1877年的旅馆的左边是著名的海港街，右边是泰恩街，这是海港街。这些古建筑都是19世纪所建造的，是新西兰保留最完整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具有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商业街道。不是，这是佣人在给他化妆。啊，这是加勒比海盗。好像嫂子欠他什么东西，这是索马里海盗。这个是海盗船上的女厨师，女厨师。这是奥马路的主街道的夜景。漂亮的罗马柱，银行，这儿有一个纪念碑，我们经常来到这儿看这个纪念碑。现在还不到晚上8点钟，街道上除了我们之外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些汽车从我们身旁匆匆驶过。超市8点钟就要关门了，幸亏我们在超市关门之前买到了明天早餐所用的食品。纪念碑上的士兵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城市的安宁。奥马路的夜景还是相当好看的，让我拉一个近景。这是海滨，灯光闪闪，我们的几个伙伴。给你看，我这个就不行，跟你一样的，对吧？这个就好了。